好了，开了。好，好像有点点的，有点点的模糊啊，点点的模糊。我今天没有抢到声乐教室，抱歉。我今天在声乐教室那边瞅了一眼。很糊吗？现在不知道为什么，瞅一眼。哦，可能播一会儿就好了，因为我不知道为啥，就是我在这个房间，可能这个房间的网跟我不太合，每次在这个房间直播就会很。就会很模糊，我不知道为啥。没素颜，大红，大口红还素颜，真的是你们这些直男。只涂了口红。涂了口红，画了一条眼线，还是遮一下我的黑眼圈了的。怎么说，我也是花了5分钟化的妆。尊敬一下我，哈 好模糊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头没洗，对，头有洗的话就是齐刘海，没洗它就是这样的。冰 冰，啊 哦，我怎么越来越瘦了？天呐！我也想有这样的烦恼。像这种每天吃不下、睡不着，还是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一定要健健康康的，然后能够吃得下、睡得着的身材、身体，对。好想把我的健康分你一半。那你也会那个啥怎么办？那你也吃不下怎么办？虽然我很想要，对，把我的好睡眠分我。分你。赵天我先回去啦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拜拜。我就喝过奶茶嘛，为啥子要借我一升呢？谢谢白胡子老爹。我就是喝个奶茶嘛，不要这么怼我。谢谢，从不尖叫我念他的酒票，不是股民的，是那个小镇村的，嗯，小镇村的。谢谢小鱼仔，德爷，小镇村的热的，可是现在已经不怎么热了，嗯，送过来可能太久了。温温给我们点的，因为今天排了温温的那个拉票。奶茶热量爆表，我不怕，我不怕。你倒是减肥成功没有？对，小镇村还行，以前刚开始你知道吗？人就是这样，刚开始你点不到。你就会，因为我之前是在北京嘛，然后北京附近那会儿没有小镇村，然后就来上海才能喝到小镇村，然后每次来上海必点小镇村，就觉得说啊小镇村好好喝，好好喝啊，然后等到我来上海之后，我每天都能喝到它了，我就不想喝了，嗯，人就是这样，太好笑了，就是我现在能每天都喝到小镇村了，我就不想喝了，一边健身一边看直播。Hello，晚上好。
你喝一回还要去吸单，然后现在我就，我现在好像最近这两天奶茶喝的少了吧，嗯，老喝咖啡，但好像也不行，喝咖啡容易睡眠，那个睡眠不好，嗯。我的头像都没换过，那个头像，你是说我那个脱发那个吗？那是因为我跟孙尔燕儿刚入团的时候做的，用的开一起玩的时候，就是去弄的情侣头像，然后这么多年了，然后他没换我也不换，就是变成一种默契，嗯，他不换我就不换，算是一种，嗯，我也不知道是啥，反正就感觉挺重要的，所以就没换，嗯。只要他不换我就不换，然后小燕呢就是只要我不换他就不换，所以就变成了一种默契，跟情侣戒指一样，这跟情侣没啥关系，这是好朋友。我现在最近这两天都没有看过奥运会，嗯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经常从热搜知道各种的那个情况。对，猫猫听得懂我讲话。德意，你看，你有听到德意应我吗？知道听到了没？德意，嗯，过来。他现在就是喊他就会。过来，然后理你，嗯，他出来了，他现在在我旁边。哎呀，嗯，你怎么就这么冷漠啊？我怎么抱你，你就不同意了？嗯，啊，他不同意了，谢谢海参的酒票，蹭我一身毛就走了，真的是，蹭我一身毛就走了，得意，打你屁股。没有，他想自由，他想让人拉，但是他不喜欢人家抱着他，对，抱着他又被禁锢住了。对，孩子爱自由。今天咱们家是不是有什么活动之类的呀？我没有抢到声乐教室，没办法给你们唱歌，但是可以留着，嗯，可以给你们唱歌，到时候留着，嗯。噔噔噔，嗯明天。我明天有公演，然后公演结束我答应了要录一首歌，嗯，然后录完歌之后有时间我就直播。全程2-1，今天晚上是不是也有公演，所以今天晚上人也不多。得意，好不清晰啊，怎么这么模糊呀？我开个高清吧，要不关了开个高清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这样清晰吗？这样清晰吗？这已经超清了。这是超清，看不出来。嗯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对，我觉得可能是网的问题，网不太好。嗯，那就这样吧，这样子给你们直播吧。谢谢小鱼仔。有好多了吗？
没有开滤镜，它是那个网不好，没有开滤镜就是网不好，就可能就是网不好，然后就模糊马赛克，但我现在已经开超清了。那前面其实开了一盏灯的，但我不知道什么样子的灯的颜色，黄色、白色，再亮一点，会不会太亮了？这样吧。啊，你现在的大号是没解封吗？我怎么前两天看你，就是昨天还是啥，也看你拿着大号上直播，来直播刷票了呀？哦，那没关系，只要能投票，那不大不能解封也没关系，只要能投票，你小号不也能说话吗？不一样吗？没有什么大影响，对吧？你请无言以对。到最亮 ，OK， 眼睛有点那啥，这样子呢，今天肚子特别的不舒服。是要让我把黑眼圈盖盖吗？我今天人特别的虚弱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着下。把我的黑眼圈遮一下，什么东西能补气血啊？遮完了，虽然好像也还是能看到，但是稍微好一点了吧，不能太丑了，见你们一面还是不能太丑了。是谁？哦，是你从洗手间出来了。是不是拍不到，那也不能太随意，我挡住，挡到只能看到我的脸。哼哼。没事，拍不到。OK， 拍不到。你要是从后面绕一圈，那就能拍到了，嘿嘿。立马能火，嘿嘿嘿嘿。补气血，补气血的话，我想想，不知道吃啥。像我这种老不睡觉、老不吃饭的人，就是活该。活该。前段时间坚持吃了一段时间的燕窝，但我不知道吃燕窝是不是也不气血的。晚上好。Good night。哇，我好虚啊，整个人。燕窝这东西。我连海底捞都吃不下了，你们能想象？就是我已经是那种，我连海底捞都吃不下了，说明我食欲有多烂。算了，先不提了，一提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想吐。大家看看活动，大家看看活动吧，救救孩子吧。
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我食欲这么差呀？你不是问直男的问题吗？拒绝们问个问题，问什么问题？问呗，啥问题？点歌刷什么礼物？点歌是现在是99个票票。虽然我今天没抢到练歌房，但是如果你要给我投99票，哎，羊会拍到你哦。我挡住，同等价的可以啊，同等价的也可以。看我挡住。坐在这也能拍到吗？我移一下可以，我不拍到脸，但是能拍到你的后脑勺，还有你的白色衣服。还有得意的尾巴。对，小猫尾巴。得意下去了。跑来跑去，没有，这不是我的房间，这是天阳的房间。榜一的头像不错，小爱什么歌都会唱，那当然不是了，那当然不是了。和李慧的房间，对，旁后面是李慧的床。谢谢海参的奶茶。你先说你想听什么类型的歌，或者是比较喜欢哪个歌手的歌。比较老一点的歌我就会唱。哇哦，谢谢林峰的99票。说吧，哦，俩99票，谢谢。3个99票，谢谢林峰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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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吧，想唱什么歌？晚上好。晚上好。好像头发还是很干净，感觉都像不用洗一样。我在想，如果今天晚上不油，明天是不是可以不用洗头？再过几个月我们要搬新中心了，我一听到要搬新中心，其实没有很开心。到时候有4人间3人间。我一听到4人间3人间。我有点接受不了，而且到现在也不知道4人间3人间人家是一个洗手间，还是像我们以前，我记得以前北八的时候第二层改成了一个宿舍，一排宿舍，然后那个宿舍呢是4人间那种宿舍，然后没有洗那个洗手间，那个洗手间是一个大的洗手间，里面有两排那种隔间那种，就我有点不能接受那种吧，特完全没有个人空间了都。我说的是以前哈，我是做猜的，现在应该有吧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具体问，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但一想到3、4人间其实有点难受，说实话。也不知道是
他说的是 top 能够有两人间，但是如果我想说的话，如果48个 top 一个 top 带一个人，就不一定我们48个 top 就是我们公司的48个 top 里面能够两两一组吧，就是你不能强迫人家 top 一定要跟 top 就这样子，就是两个人一个房间吧，那肯定 top 会跟另外一个人，可能会跟另外一个人，那他不是 top 里面的人，那加起来是不是得有48个房间？48个房间，那至少是不是得两层楼？我心里这么算呢，哈，就感觉好像能有吗？我当时就是在想，哦 ，top， 哦，不对不对，哦，我傻了，又不是全是上海的，哦，我傻了，我傻了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傻了，我傻了。我以为 top 就16人啊， top 是不是48吗？不是 top 48吗？嗯，我不知道，我反正我到现在的都不知道 top 16。 我昨天问叶总了，双人间是48。我本来以为就是那个48要48个房间，后来一想，哎，这不是还有重庆、北京还有那个广州的吗？后来一想啊，好像也不用啊，不用48间房。我不是说单间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我本来以为是，就是那肯定不会是是。我不知道，我现在目前不知道，你们不用跟我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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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我只知道48是客双人间，我只知道48双人间，我昨天问叶总了，然后其他的我不知道，嗯，其他我不知道。所以尽力吧，努力进圈，33名。想要双人间，我以前很执着于一个人住，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人待着嘛，然后可能不太习惯身边有人，嗯，然后后来觉得好像身边有个人也挺好的，就是会热闹一些，嗯，单人有单人的好处，双人有双人好处。所以我发现在一个环境里面，只要能够迅速的习惯了，其实怎么样都是可以的。因为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是一个人花了2000块钱，就是住的那个单人间，因为我那会儿觉得一个人待会有个人空间，嗯，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很穷，就是每个月直播的鸡腿提出来就是为了交房租。晚上好呀。他没有强迫一定要收，因为他的意思就是双人间，但是有一个软性要求，软性的就是说如果实在是想要一个人住的话，嗯，可以交个房租，但是这个是好像是以前哈，我说的是以前北京哈，不要到时候有人又截一半出来又说我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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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太好笑了。就是我以前在北京的时候，嗯，到时候人家就会只截你后面说的这个，然后就说，哎呀，沈小爱说新中心，人家就会说啊，沈小爱说新中心，到时候交2000块钱可以住一个，可以住什么什么是单间啊，这种节奏就来了。哎，我不知道为啥我现在特别的说话特别的谨言慎行，因为最近我可能那个有人看我不顺眼吧，可能。唉，以前还可以，嗯，以前北京那会儿还可以，然后现在不太行了，现在啊不是现在不太行，现在没有了，嗯，现在后面就房间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这样子，
凑凑人头啊，加油加油，马上总选就要考就要结束了。有人说从总选看到的世间百态，对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其实有时候很多东西你不要太过的说的太清晰，会反而就是不要说的太，虽然说这道理大家都懂，但说的太清晰就很难受。这个世界大家还是想要保留一些美好的，还是想要一些，可能不说的太清楚就会有一些幻想吧，还有期待体面，对对对，就这样。但其实现在就是有点过于那啥了，今晚就要被淘汰了，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不被淘汰啊？有谁会帮我吗？希望大家平时说的保护我帮我都能够在，都能够今天晚上都能够让我不要在第一轮就被淘汰下来。因为就最后这么几次了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尽力一下，尽力一下支持我。加油加油。对，大逃杀怎么就溜啊，发完广告就溜了啊。马来西亚的粉丝找一下少年，回群里去吧，找一下浪河的少年。是你的头发卡了。栗子当我饭头，我现在饭头是不是妈妈吗？他是想要串位，然后他想要串位是吗？栗子说：“妈妈走开，我来了。”我今天腿软、手软、头晕啊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要看我今天这个样子不太活泼，一定要体谅我。蔫吧蔫吧的，蔫吧蔫吧的，在上班偷偷看。对啊，但是我看我的粉丝还在努力嘛，我就不能因为一点不舒服我就那啥呀，就想着说大家都在为我努力，我要是没有直播没有出现，哎。我等会播完给你把它放回去。你要去了吗？让我来看看现在我们排在哪里，其实还剩了99票。Thank you， 我来看看我们现在排在哪里。还是能看到的哈。沈小爱。感觉我身体一直不太好的，没有，是今天还不舒服的，昨天还好。哦，看到了。现在在倒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倒数第七名。哇，第一名好厉害啊，第一名都56了。
然后我们的排行榜第一名又断层了，第一名又断层了。现在神七是境界，何处不相逢，海神，夏天冰阔落，还有温故，温故知新，还有云歌和谜语，好像一直都是熟悉的人，嗯，都是熟悉的人。小孩子身体状态明天咋样咋办呀？明天就好起来了，明天一定要好好吃饭，嗯，喝个汤什么的，对，吃点饭啥的，然后就有力气跳了，嗯，明天一定会坚持跳一场的，因为明天我还有助演，温温的助演，嗯，但今天有77个人头，已经很不错了，真的是比较少见了。你平时不是进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他口是我的吗？怎么今天没喊呀？唉，嗯，明天要好好吃饭，又不，因为我不吃饭的话，明天舞都跳不了了。那个第一趴实在，哦，可怕哟。今天心里有鬼是不是？那你在这你在我口袋直播说小爱是你一个人的，那你可能会，要不你投个100万票，你再说这句话，可能他们会让着你，他可能允许你说一句，嗯，不，我是爱神的，就是我只是爱神的。几点会回来呀？不知道。好吧。那至少12点了，我猜猜。公演完了才能开始拍。呀、好吧，今天是许阳前辈的拉票哈、感觉他们不会走的。德义，德义，你看德义这个妖娆的屁股。嗯，它的毛色是不错，很光亮。我以前以为我喜欢纯色的猫咪，对，不太会喜欢灰色、黑色，身上有这种。但是发现它不一样，它很帅，很可爱，你看，很流畅。人家的美短是短毛，它是短腿。就很神奇，这个美短这个腿。我走了，拜拜。杨洋走了，寂寞。嗯。突然有点寂寞。德爷的后脑勺，他回过头来看你们了。谢谢无尘剑山的9票，看他仰望天空45度，谢谢。这个房间有一人一猫，群里的大逃杀给个链接。退出，哎，可是口袋，在我的口袋应该能够看到链接，因为在直播间肯定是发不了的。德爷，看吧，撞头了。
得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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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嗯，来啦，得意，嗯，过来，得意，来了，在我的脚边，在我的脚边，现在不好吧？我这个脚真的是刚跳完舞，不好吧？一冲下来就是对着我的脚，姐，来来来，帮我暖暖脚，帮我暖暖脚来，可以送孩子上学。最近有看奥运会吗？没有看，最近，嗯，我都很久没有观察看过电视了，就每天也不知道在干嘛，每天就奶奶子，每天也不知道在干嘛。中国第十九金乒乓球男单，对，太棒了，充个电，我手机没电了，怎么办？要不等会儿再这个充的差不多了，再用。20%的电了，我害怕。哦，空调有点太冷了，27度都给我冷的。马龙这个男人在操控比分太可。嗯，我播到10点吧，对，今天可能没办法播2小时，播1个小时吧。然后我就去洗个澡，然后躺在床上，然后就那啥，画两个头像就去睡了。然后明天要早起嘛，一定要好好保持状态，那个状态不好的话就不行。明天要期待跟你们见面了。然后看到一个美女打那个枪的，然后这里夹了一个胡萝卜，那个啥，那个小女孩在这夹了一个胡萝卜发卡，是不是叫杨倩啊？对对对，对对对对，我看到她了，觉得她卧蚕好可爱，戴了个口罩嘛，然后就笑起来，手筋，对，打那个枪。真的吗？那个发卡爆款了，拥有杨倩同款的发卡，清华的学生放暑假拿了2块奥运金牌，那他现在要成为他们学校的名人了，对。大家买了个发卡戴上去，祈祷自己变成杨倩。清华学生，对啊，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厉害的人，人家又是清华学生，然后放假了就是拿了两个金牌，关键还首金啊，我的天。你奥运会看猛男，看到什么猛男了？你说喜欢吗？看了觉得怎么样？谢谢猫尾巴的一票。我们队有没有姓杨的？杨有没有啊？赵天阳，赵天阳 ，Hello， 冰可乐和阿贝来啦。嗯，干什么？哎，我们队有，夏小燕呢送了18票今天星券了，
今天赚了一天18票吗？昨天赚了27。嗨，晚上好呀，谢谢阿贝的99票。这不是赚的，这是啊，100票，这是买的。这是买的。赚的好辛苦，一边看电视一边赚。得意得意。哒哒哒哒哒哒哒。虚弱啊，孩子怎么这么虚弱？哎呦，但我最近得每天都直播了，我还能播几天啊？李总选，好，听说好像下周要开始排练了。得意今天营业吗？营业了，你要给点营业值吗？得意，来，出来卖艺，来，来，过来。快了，熬就过去了，我要赶紧熬过去。过来，宝儿，不理我，你看他的尾巴，你的尾巴，算了，不过来就不过来了，我不是那种随意强迫猫猫的人，他不主动就算了。不主动就算。我刚进门的时候他可热情了，然后我一坐久了他就不看我了，这人这毛。龙虎斗是什么东西？我的房间在装修吗？没有啊。太可爱了！我可以吃蛇，但我不能吃猫。我可以吃蛇，但我不可以吃猫。我跟你们说，蛇挺好吃的。长沙的口味蛇吃过没？还有那个蛇。还有那个广东的蛇包，蛇肉火锅，但那是野味，好像国家说不能吃野味，之后那个野味就没有了，就是那个店就后来就没有了。那是我很小的时候吃的，很小的时候旁边开了一家野味馆，然后国家现在不让吃了，所以现在就没有了，那个倒闭了。对，现在没得吃了。可是太过分了，那个蛇炖猫太过分了。你们是都吃过吗？你们怎么知道猫肉酸的呀？烤蝗虫对不对？就是烤的那种。我没吃过烤的蝗虫，我只吃过长蛹。是谁？那个面包给我，就黄色的那个。然后那个粉也给我。给。我刚下去借出面包，才发现我昨天出面包没还。你房间是不是没有苹果的充电器？有，我要拿走了。喵，天阳进来了，对，他要离开我了。让开，猫咪让开。
我昨天见的。嗯，是。刚才那个黑色的在哪儿呢？黑色的，在这。等会儿能不能也充充？真的没啥电了。谢谢浮屠的十票，哇，上面都是。天阳离开我了，嗯，我最喜欢吃螃蟹了，面包蟹好贵，我后来才知道面包蟹一只要100多，嗯，我特别喜欢吃螃蟹，好香。开会去了。参加一下活动再去开会，拜拜。嗯，我不爱吃海鲜，但是螃蟹我可以吃。嗯，海鲜有一些就太过的那个腥，嗯。参加了一上来就去了，好，拜拜。黄油蟹，哎，我怎么没有吃过黄油蟹？我只吃过。那种面包蟹，然后还有那种你知道吗，小时候我奶奶去买的那个蟹，我后来才知道那不算什么蟹，河蟹不算什么蟹，海蟹才是蟹，那种河蟹这么小一只，这样这么小，腿根本就吃不了，不喜欢腿多的生物，那你把它的腿给拔了不就行了，剩下中间那个蟹身。你们怎么都这样啊，不喜欢腿多，不喜欢腿多又还不喜欢吃蟹膏。我跟你们说，你想想，就是有人说哎给你包螃蟹去给你吃，或者是包，就是我觉得还有包龙虾，我一想好像本来吃小龙虾就是过程比较快乐，然后吃那个螃蟹也是吃过程比较快乐，人家都包好了吃，是不是那个味儿真不太行。青蟹满膏就是黄油蟹，哇，那也太贵了，那肯定很贵啊！我不要吃醉蟹，活的呀，你们喜欢吃大龙虾，不喜欢吃小龙虾，这是什么？小龙虾挺好吃的呀，大龙虾我也喜欢，但我喜欢吃龙虾大，就是人家婚宴啊什么的，大龙虾下面会有一个那个泡面。那个面，那个龙虾面啊，超好吃。带壳都不爱吃，太麻烦了。皮皮虾你们吃过吗？我夏天的时候，就是潮汕那边晚上就会有那个皮皮虾，一盘皮皮虾，一盘小龙虾，小龙虾，然后就来两个啤酒，然后不会喝啤酒的就喝可乐，嗯，就我就会喝可乐。是那个皮皮虾，对。但那个皮皮虾把我的嘴给戳破过，对。也，我现在吃不下饭，现在只要提这些我也不是很想吃。谢谢玩偶的一票。整个人是那种啊，那种这样子，整个人是那种很漂浮的那种状态，我不知道今天咋回事，是不是因为是那个啥呀？因为肚子痛，所以就是这样子的。少喝点，好，我答应你，奶茶少喝两口。哇塞，好美呀！天哪，怎么一进来就这么夸人家，有点不好意思啦。你们那醉虾呛的生吃，醉虾是可以吃的，但醉券醉蟹不敢吃。嗯，潮汕那边的美食还是挺多的。你最喜欢的奶茶是小眷村？我现在最喜欢的奶茶是最比较多喝的是默契吧。嗯，但我最近也不怎么爱喝奶茶了，太甜了。你看我
醉蟹是江浙名菜，改天尝尝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螃蟹喝醉了就会被吃掉吗？螃蟹喝醉了就会被吃掉吗？这是从画里走起来的小仙女的直播间吗？来，过来，我来，天天在我这儿。哎呦，宝贝儿啊！你看一看他们嘛，好不好？看一看嘛，看一看嘛。抬头。不理我。躺下溜达。谢谢海神食票，离只有炒牛肉火锅那种，牛肉火锅真的也很好吃。我上次实在太想吃了，我一个人去吃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其他人都喜欢吃辣的，不想要吃清淡的牛肉火锅，只有我想吃，只能我去吃了。每次跟天阳出门吃，只会吃哥老官、海底捞。谢谢冰可乐的食票，他们是真的。宝儿，你现在在南澳吹着海风呀？南澳今天天气还好吗？我还记得有一年我们要去海边玩，刚好赶上了台风天。赶上了台风天，哎呦妈呀，真的是要命。对，上海的潮汕牛火锅店，但是有一家就左庭右院的，还是哎呦我的猫毛进了我的眼睛，谢谢音符的一票。那个左庭右院去吃过吗？那家其实还行，虽然不正宗。我的眼睛。我的眼睛。早上暴雨，潮汕每年台风挺多的。对，我们那边有潮汕的那个火锅都很便宜，都很便宜，可能100块钱就可以两个人吃的很还不错的。但我也好久没回家吃了，也不知道家里人涨价了没有。我不吃红烧肉。左庭右院不正宗吗？还挺正宗的，还可以了，已经算可以的了。对，就是有一点点，就是可能那个汤，哎呦糟了，我眼睛跳得好严重，就是这个汤没有那个我们那边的老师傅熬的那么浓。我眼睛跳，左眼跳财，右眼跳灾。我刚刚跳了一下特别重的，我害怕，所以就打得重了一点。等会上海打出，我不是，我一直都是双眼皮啊，只是不明显而已。哦，那个牛肉的还得那牛，还得那个牛是吧？牛不一样，左右不一样吗？我这边眼睛肿了，我昨天哭肿了的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哭什么。昨天把这只眼睛哭成了个大外双，这边的眼睛是内双，所以说有个双眼皮眼睛就挺大的。你陪他们一起哭？也没有，我都说了最近状态不太好嘛。对，也不是，我不是分宿舍的事，我是自己状态有点不太好，就是内心一直有一种，就是一股不知道什么东西就在胸口就一直就是出不来，然后我其实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什么。对，然后昨天
我刚坐下去，就是我今昨天在天阳房间好几个人，然后我就坐在这儿，然后突然就旁边有一个人刷了抖音，刷了抖音，突然就开始流眼泪。另外一个人刷着就是没就躺着躺着突然就大哭，大哭。然后我就，然后我打开我的手机，就有人给我发一条消息，就给我哭，我说今天怎么回事？就不说是谁了，就不说那些人都是谁了。然后昨天我就出去吃海底捞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坐在那吃，我也吃不下，然后突然对面就跟快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然后我就一个人在那哭，就其他三个人在吃饭，然后我们是四个出去吃饭的嘛，其他三个人在吃饭，我突然坐在那就开始哭，我就看那个昨天晚上给我安利的那个帖子，我就突然看到了之后，就看到了以前的那些舞台，一个个的舞台，然后是很多是以前的东西。很多是以前的视频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会想起来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，还有当时的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然后看就，然后本来没想哭的，对面突然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我当场就在那，然后我哭的时候又很丑，就这样，然后哭哭哭，哭着哭着，旁边对面不是一群人在唱歌嘛，就是那个服务员就看不下去了，那服务员觉得说你这么难过，然后我们在你旁边唱歌真的不好意思，然后他就跟那个旁边的人说我们结束吧，然后他们就撤了，就没在隔壁唱，撤了。你知道昨天那种对比有多好多好笑吗？就是人家在那边过生日，就在我隔壁桌，然后他们就唱得很快乐，跟所有的烦恼说拜拜，我在这边，就这样特别好笑。还有10分钟我就要下了，10%的电，没事，时间我赶紧总选过去吧。我也不确定是不是因为总选给这个环境带来的高压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总选给这个环境带来的高压，然后使到每就是可能有一些我不太焦虑吧，但是就是刚好处在这个高压的环境下，大家都在那啥，多多少少还是会有影响。然后其实我自己也不只是因为总选了，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影响到心情，对，有很多东西影响到心情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还是要加油，然后把等总选熬过去了之后，可能没有了这个压力之后，其他的事情也会迎刃而解，我希望是这样子的，我希望是这个样子的，得一岁了，B50。不要再提 B50 啦！但我说实话，我真的好想要有个双人曲啊，我好希望 B50 有个双人曲。可是我觉得我好像，我这种糊糊，有个三人曲都很难了，别说三人曲了。因为我发现双人曲会更。那个啥一点，怎么办呢？空调开27，27太冷了，27太冷，28太热了。你喜欢八人曲，可是我喜欢双人曲，哼，我喜欢双人曲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我27太冷了，28太热了。你喜欢16人曲？你笑啥？八人曲不就什么岭啊，什么双行道啊，什么咋的？八人曲当 C 啊？得
熟了吧，现在还咱们还没那个，还没把现在的总选熬过去呢，立马就给我提醒 B50， 闭嘴吧，闭嘴吧。单 C 份额很大，那你说单 C 份额很大还双人曲，那是双人曲贵还是当八人曲的 C 贵贵啊？盛腾，再说吧，别提了。刚把这看总选都还没投完呢。王天草意思是他 B50要投个对歌十六人曲。明年这个时候适当的卸载一下，我能不能卸载？我能不能卸载啊？我想卸载，我不要哦。这是缘，于是梦中对你的相见，别很甜，誓言。笑容更适合你的脸，再一遍，哒哒哒，见到一滴一点，别怨我不在身边，记住我会在你的心里面。30岁以后，我还有4年就30岁了。谢谢木子，我还有4年就30岁了。谢瑶瑶开始攒钱了，去了得隔离。真，你从哪儿过来呀？我也是，我是刚好还有4年毕业，就4年就8年了，然后刚好就4年的时候就毕业。对，但得看我了，如果我想提前走的话，我也能提前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的身份证是93年的。虽然我真实身份是95年，我出生证是95年的，但是我的身份证是93年的，所以我如果想要2年走的话，我也可以2年走。看吧，合同应该是看那个看身份证的吧，不看出生证的吧。谢谢白胡子老爹的玫瑰花。明年巨头，为啥？怕我走了？怕我走了？哦，毕业前一年不都是巨头的吗？是这样吗？喂，我还有4年呢，开什么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我怎么可能提前毕业？我怎么可能还能提前毕业？啊，这种事不要往外讲，小心找黑。有开玩笑的呢，放心吧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不敢说我毕业了会有很多人直接出坑，我不敢说，我也没有，我也觉得不用别人那个出坑，就是觉得因为很多人犯的是这边的一个模式，然后很多人犯的也是这里的一个情怀吧。对，有时候人可能带走的只有回忆。嗯，我不奢求别人为了我一起走还是啥的。曾经一起创造过回忆就够了。刚刚这首歌叫啥来着？不知道。通通。
但是你知道吗，就是我会觉得就是明明缘分还没有，就是如果还在这里的话，就是还人还在这里的话，就会希望一直走下去，就不希望说中间会有变化，就会希望能陪着一起走。探云溪，你首推不在，我不喜欢离别两个字，太不喜欢了。虽然人家跟我说，世界上很多东西不是黑，并不是一定是黑就是黑，不是黑就是白，也有不是黑就是白的，但是我好像，算了，不说了。BJ， 哇，谢谢冰可乐的皇冠，呀呀，戴上。本来就住在剧场旁边，现在啥都没得看了。BJ 直接给你端了，你是没有想到。还有啊 ，BJ 还有人啊，还有16个人呢，现在是16个人吧？他们在一空间，你也可以去一空间看看。还有人坚守在那边，但其实那边的人除了小曲、小孙，就是孙媛媛嘛，还有孟慧、张志杰他们那些以前认识的一些人，现在其实很多我都不认识了。我不知道还售票吗？然后就是我们那个 BJ 27是出道16个人，剩下我、小燕还有金罗赛3个人。但是他们出道的时候15个人，我是后来进来的，加上我16个，然后全走了，全走了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路子，也有过得很好的，也有。不如在团内的，就是感觉人生百态啊！哎呀，光怎么那么冷？唉，然后现在我有时候会在就是朋友圈看到每个人的生活，就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不一样，发现他们的生活我也没有特别的，就是好像他们的各种生活呀什么的。退团之后的生活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的很羡慕吧。我可能是自己，目前我比较喜欢做这个事，而且做了4年，并没有觉得说没有热情什么的。你是目前，但是还是希望今年其他的2个都能进圈。可能是运气，我的运气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吧。人家不是说风水轮流转吗？楼下是小花队，疫情了，看不到公演，看不了公演了。还是健康一点，就是健康最重要吧。健康最重要，安全第一。下以后还是有机会来上海看公演的。都话说总选来吗？下次一定。楼下还有 S 队的是6、7人，主要是圈线附近太卷了，对吧？就主要是在那个附近那些差不多的人太多了，就是差不多票数的人太多了，然后都到底鹿死谁手真的不知道，压力真的很大的。就是你知道吗？有一种东西最压力最大的就是有希望，但是不一定。有希望，但是不一定，会让人非常非常的。焦虑，我依稀想起来，
全在圈推多的人已经啥意思没看懂。内卷舞台，其实说实话，你说内卷舞台其实也算个算是个好事儿，但不能一直卷，不能一直卷，因为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你想想，其实我们小偶像的编排能力是有限的，可能只能在有限的东西里面拿出最好的东西出来，但并不是每一次我们都能够想到比上次更好的东西，就是并不是的，也会给，我知道这个是，对，人的技能是循序渐进的，可能这一下我能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，但是后面我已经要慢慢累积了，就是可能拿出来的东西一直都是差不多了，但你不能说我没有进步吧，所以我其实觉得有时候适当的卷卷是可以的，但不能太过，凡事都要讲究适当。所以像噩梦我都不敢轻易碰，噩梦我不敢轻易碰，说实话。好的大师，其实大师虽然说通透很多道理，但是有很多就是理性上的东西你能够了理解，但是就是感性上的东西我就自己解决不了。心情不好，我时候我就会不知道怎么解决，但又不是每件事情都能够解决的。我一口吃不成个胖子，爱生要科学养猪，我又没胖，我又瘦了。总选后给你们补回来好不好，就总选后压力没那么大的，然后我就天天吃，然后到时候不也会有奖金吗，是不是总选都有奖金啊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都有，希望能够发一点奖金，稍微有点奖金让我吃吃啊，只有金券有啊，那我们要进圈，加油，我们要进圈，加油！33名，进圈，加油，拿奖金，吃胖胖。进去问你，拉姑姑。对，冲一个，加油，加油，给自己打气。谢谢夏天冰可乐的99票，好是100票。啦啦啦啦啦！今年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陌生的面孔，就是新的 ID 人这种来看我，真不容易，真不容易呀！但是我的群好像好久没加人了。我经常会在看，会看我的群什么，就是有没有增加人数。增加人数应该就是我那段时间的吸粉吧。我好像有一段时间吸粉特别的有到一个程度，就是加群的人有一个大量的提升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，就像包括我拉票都没有吸到粉。我没在群里，你们不知道，只要搜63002780，你就能够知道群里有多少人吗？我每天搜一次，你们啥时候走，啥时候进，我不知道是谁，但是我能够看到我的那个人数的变化。好笨啊你们，只要在 QQ 群搜63002780，打开就会有一个总数，今天的总数是1024个人，昨天的总数是1022个人，今天涨了2个，我也不知道这2个是不是为了给我凑人头。反正总的来说是加了2个人，但2个人是远远不够的。我当然要亏群了啊！之前要我也没有每天搜，就偶尔会看到，偶尔没有看。掉粉了，我怎么老掉粉啊？
我真的是啥时候我拉票的时候都没有涨到什么粉，小孩哭了，我拉票的时候都没有涨到什么粉丝。你不严格，我有事业粉吗？我想问问，我有事业粉吗？还是大家都希望我也没有太过事业粉？你就是事业粉来了，不是事业粉就会要求你一定要努力啊，然后就肯定得拿出好优秀的舞台什么的，这种事业粉。颜粉也是，那你眼光挺好的，你们这些颜粉眼光都挺好的，又肤浅眼光又好。躺平粉也是你，你努力懂，我是努力习惯了，不能松懈，人不能松懈下去，松懈下去你就起不，就是再调动也是那啥了，浪粉啊，随便浪没关系，投票的时候只认准认准就好了。嗯，生命粉、胡椒粉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嗯，对，总选我而推，这就好了。你是总选粉，你是花椒粉，你是凉粉，我还是米粉呢，我辣椒粉，那我是米粉，那我是螺蛳粉。哦，你是螺蛳粉，行，你是螺蛳粉，你是。你们都是什么东西呀？把所有的粉都给搅到一块去，像不像猪食？把所有的粉都给搅到一窝，是不是猪食？嗯，脆弱。嗯，我现在好寂寞，好孤独。一个人的失眠，一个人的空间，一个人的想念，两个人的画面。是谁的眼泪，是谁的心碎，洒满地的心碎。嗯，我只在寂寞的时候听情歌。下直播了又会很寂寞，不下直播了人又有点虚弱，咋办呢？俺也不知道该咋办。其他的小偶像今天好多人都去那个排，今天晚上去剧场了。好像是都去剧场，那个谁来着？他们杨他们都去剧场排练了，现在9点半去的。嗯，那好吧，我今天晚上就早点睡吧。谢谢音符的十个巧克力，然后我肚子也不舒服，一直咕噜咕噜叫，我从昨天晚上咕噜咕噜叫到今天了。等我明天下完直播。啊，不是下完公演，然后去录首歌。你的眼睛像星星，录完之后我就去直播，嗯，然后就跟大家说再见啦。明天希望能够状态能够好一点，所以今晚上早点睡，拜拜。然后等会儿会去翻一波翻牌吧，嗯，晚安，比心。嗯。然后大家请多多参加我的活动哦，好像也就是最后几次了吧，今天是最后一次嘛，嗯，希望大家能够尽全力帮帮我，对，拜拜。